可惜可惜啊，只能牺牲小黄鸭换取胜利了，我的内心十分的悲痛啊。田老师你干什么？天天看视频小伙伴都知道啊，前段时间呢我随手抽了个前锋金挂，但没人知道的是啊，我又随手抽了个霓虹前锋，赛博朋克拉满，真的是越来越花里胡哨了。哎，有心跳啊，我就说嘛，这都差举个音响蹦迪了，这监管还不能看到，就真的该配个眼镜了。杰克啊，那就不太好溜了，这波得吃个十几刀转点。好，进了小木屋就稍微安全一点了，板子放了，只要他翻窗我就翻板走。这是要死追前锋还是只想逼球啊？这给我整不会了呀！这个板子他有可能会预判误认啊，先看情况。哎，果然误认了。哎，还想抽刀？前锋的板子杰克能抽得中啊？来，我已经准备好和你大战。不会吧？传送逃跑啊？搞半天你是在等传送淬火的是吧？打了个小医生，而且还是误认啊，这就有点难搞啊。杰克大动，小王摸我一下，果然是换人秒倒定律。杰克开了隐身确实不太好溜啊，那就只能卡办救一波了，应该会挂在工厂的一楼。哎，这是要进地下室的节奏啊，那可就给机会了。彩虹前锋前来觐见。我直接一个球给你拉完了，怎么说吧，这波够给你杰克面子的吧，想挂地下室美的你。杰克继续追医生，那我就去补电机。哎呀，你怎么溜回来了呀？这就有点尴尬了，哪儿不好倒，倒自己的遗产。看电机还有多少，这都有个60了。杰克想要干扰电机，来来，就怕你不追我。哎呀，这误认你都敢用啊，急了兄弟们，他急了，想挂人我有球哦，你想清楚哦。哎，还是不敢挂吧，蓄力刀了，我跑。好了，这下没法吓唬他了。杰克想摔我误认啊，结果没扫到 CD， 医生又抢了，结果杰克一误认打到了桶上，这一瞬间感觉发生了好多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医生还在遛啊，那我过去当面修机啊，就是这么嚣张。哦，这个板子盖得好啊，那医生这一波应该能活。小王手上呢有半台电机，这把妥妥四人开门战。好，补完电机过去摸着箱子观望一下，医生倒地，小王电机马上也好，一切保得刚刚好啊，直接上去骗误认救人。来了，我知道你想当我误认啊，你知道我。知道你想要当无人，所以我先贴着你站了。我说吧，打不打？这个场景宛如佛系，往椅子旁边走一下，说不定能把他无人给骗出来呢。哎呀，还真敢甩是吧？这个杰克心态有点崩了。好，持刀救人美滋滋，电机可以准备起了。他来我这啦，怎么办呀？我该不该起来？我过去看看啊。要不我就起了，你打个洞，然后直接开了呗。他钻进去了，快开快开！没办法，看来这把又要牺牲小黄鸭了。黄鸭祭天，法力无边啊！真的，我现在内心十分的悲痛啊！哎，田老师怎么弹出去了？啊，能凭着局他非什么要赢是吧？离谱！我真的是，哎呀，田老师玩的真好啊！哎，溜了溜了。